真好看。嗯，的确很好看。启禀神座大人，埋伏在此处的西陵骑兵400名，另有知命境大修行者3名，散修15名，以奉诏而至，随时听候大人的调遣。神座大人，所有人都知道的必经之路，他是不会走的。神座大人，这是掌教的谕令，您准备去哪儿？泥塘。泥塘？月轮与金帐之间的千里沼泽，神座大人，那里太过危险，已经很多年没有人选择从那条路经过了。所有人都不会走的路，就是宁缺会走的路。怎么样？这片沼泽实在是太大了，我看不了多远，但确实有条碎石子路，只是都被淤泥和芦苇给盖上了，很难找到。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赶紧下来，千万别硬撑啊。士兵都被拦在沼泽外面了，他们好像不敢进来。这世上赶走这条路的人，大概也只有我们这对亡命鸳鸯了。泥塘，这么大片沼泽，怎么叫了个这么小家子气的名字？
快把伞收了。我跟你说了，黑伞尽量不要使用，你就是不肯听。这么大的雾，我这不是想帮你探探路吗？如果冥王真的是通过这个黑伞才找到我的，那这么多年他也没出现过呀。快下来，快下来。黑货，走，咱们进泥塘。好巧，居然能在这儿遇上。我在这儿等了你们十几日，终于等到你和他，你说巧不巧？何必一见面便把气氛搞得那么严肃？说起来，几个月前我们在齐星道殿见面那次，聊得不是很开心吗？首先，上次相见他还不是冥王之女。其次，从现在距离上次相见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，而不是短短几个月。看来果然是天晴棋盘救了你。原来在这儿等了我们这么多天，你是想听我们从烂柯寺脱困的故事？等人自然是为了杀人。我最不喜欢就是你这一点，动不动就喊打喊杀。我不需要你的喜欢。在这个烂泥塘里等了我们这么多天，真是情深意厚，无以为报，所以想请你洗个澡。杀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一会儿沾上泥土还有你的鲜血，要洗稍后再洗吧。哎，但是我不想和一个浑身是泥的女人打架，无论是哪种打架。一手摸一把泥，闻着也没香气，打得不痛快。喜欢杀干净的女人，真是变态。你我应该都清楚，我们都是变态。变态便是非常态，这确实算是赞美。请吧。
真好看。嗯，的确很好看。哎，我就不明白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出现在这儿？你先前说过，我们都是变态，所以我很了解你。无论你是要回唐国，还是像隆庆那个白痴一样去荒原，都会选择过泥塘。泥塘不是塘，是一片很大的沼泽，你就不怕错过吗？西陵的意志不会让我错过你。一定要的。一定要。身为裁决，我的使命便是裁决人间的罪与恶。但我们无罪。你能逃出朝阳城已经出乎我的意料，不难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你杀了很多人。别人要杀我，那我就杀别人。你若是不管他，别人谁会来杀你？废柴，他是我老婆。就算你老婆是冥王之女，有道理，但这是你身为男人的道理，不是人世间的道理。牺牲一个人拯救整个人世间，这就是人世间的道理吗？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师都愿意陪桑桑去死，但不是你这种。不错，我之存在本就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你妻子会不会死都不足以让我付出殉葬的代价。若是有一天灾难无法避免，我也愿尽全力一战，也算是不枉此生了。不过这都不妨碍我尝试杀了他。为什么？他是冥王之女，他就得死。这不是罪，不过是利，涉及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，整个人间的利益，所以在你们看来这才是罪不可恕。难道你现在才明白什么是善与恶，什么是功与罪？这本就无关乎道德，只关乎于利益。对世人好的便是善，对世人不好的便是恶。对越多人有好处的便是大善，对越多人没好处的便是大恶。若是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，便是不可饶恕之恶。然而你现在贵为西陵裁决大神官，自然可以不服从这种规则。没错，我们的确是制定规则的人。当有人威胁整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便会按照这个规则行事。放羊放了10000年，想尽各种方式吃羊肉，但总有一天会腻。你们有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方式？比如上山打猎，永夜降临肯定是非常壮观的画面，数万年来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有机会看到，难道你就不想看一下吗？啊？既然你确定不想冥王找到人间，那你就不能杀了桑桑。我老实说了，如果桑桑出事，他体内的烙印便会被释放，他爹马上就能知道人间的位置，所以你不能杀死桑桑。夫子才不会这么说。这是老师让大师兄转述给讲经首座的话。如果这真是夫子的想法，他早就会把你和桑桑接回书院，或者带去天边。
又何苦让大师兄如此劳累地四处奔波呢？在夜明湖畔答应过我什么？你说过，将来我们在战场上相遇，你饶过我两次。在齐星道殿已经用过一次，现在只剩下一次。可以，一次总比没有好。我现在就要用。好，那我杀他。你杀他和杀我有什么区别？有道理，不过你确实比之前强大了很多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你是怎么逃出朝阳城的？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，你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有机会我可以慢慢给你讲。我不感兴趣，我还是对杀你比较感兴趣一些。哎，你不是刚刚才同意饶过我一次吗？先前我已经饶过你一命，现在是新的战斗。叶红玉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耻啊？废话少说，你们俩一起上路吧。Ah!
走。嫂嫂为了我，竟然可以不顾一切，显现冥王之女的身份。见过神座大人。你们果然一直跟着我。掌教有令，让我保护神座大人的安全。就凭你？你想干什么？掌教有令，叶红鱼若有异心，无需禀报，就地处决。嫂嫂为了我，竟然可以不顾一切，显现冥王之女的身份。虽然躲过了叶红鱼和各路人马的追杀，但我不知道这世界还有哪里，能容得下我和桑桑安身。少爷，醒了。我们这是在哪儿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好像有点记不得了。没什么，就是我打败了叶红鱼，带着你离开了泥塘。就这些啊？当然，就这些。但是我总觉得自己忘记了点什么事儿。少爷，我是不是变成了另一个模样？好了，想不起来就别想，都过去了。再休息会儿。为何藏着悔恨？谁了解？那还会不会有人想要拦着我们呀？反正现在全世界都想杀我们，从现在开始，谁要是拦在我们面前，我就杀谁。仿佛就像一场梦，看日升日落，追着夕阳西沉。这一程脸上不该有泪痕，
朝远方狂奔，迎着风沙滚滚。少爷，我闻到了一股味儿。什么味道？那绝美的黄昏，沙漠。把明天当最后的旅程，谁知道？我们到渭城了，少爷，我们到渭城了，这是渭城的味道。一个人，真香。谁听过那哽咽的风声？冥王之女逃脱月轮，按照西陵推断，他们现在极有可能从唐国边境潜入唐国，所以掌教也专程派我等前来协助各位阻拦冥王之女，守住人间的希望。诸位意下如何？值此人间大劫，我昊天岛南门一定会支持西陵拦住明年。不知唐国军队有何打算？帝国军方各部已经收到了这边的消息，但如何具体行动还迟迟没有收到回复。你们可真是糊涂，如今我们和西陵面对的是整个人间危难，你们岂能仅仅为了一国的利益而不顾整个世间苍生？你，你说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没有收到回复，我怎么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行动？你，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听我说。如今，我们身在渭城，所以我更想知道的是，这位将军的态度。马将军啊，我听闻你这辈子都扎在这渭城，这渭城的数千旌旗无不听从您的调令。我也知道你和宁缺你们之间过去的关系，所以他若要出现了，您想怎么办？海能子，杀，当然是杀了。自从那小子离开了渭城，就跟我断绝了来往。我只知道那小子考上了书院，然后就成了夫子的亲传弟子，然后就是打败了还夏侯大将军，然后就是你们几位所说。让他说。他走了这么多年呢。就连这酒坊的老皮头都能收到他寄来的银子。可我呢？啊，我老马呢？没有一句话，没有银两啊，哪怕是只言片语呢？啊，他可是我从狼嘴里把他救出来的。我告诉你，岷山有狼。我再给你们说一遍，岷山有狼，他就是一个白眼狼。哎呀，马将军，你可以不见他，但是你得派人把他和他的那个小侍女给抓回来呀。渭城乃边关重镇，一边是草原，绿绿的，一边是雪山，白茫茫的。你们想在这个区域抓住他，难。太难！哎呀，马将军，这可不难。为了抓捕冥王之女，西陵在整片大陆上都会布下天罗地网。
目前我们在渭南、渭北以及去往贺兰城的路上也都做了一些安排，各地人马会逐渐缩小搜索范围，按照宁缺目前的速度近日定能现身，到时候就是你马将军出手的时候。我的天哪，天罗地网啊，这小子杀之难逃啊。哎，马将军，马将军，马将军，抓住了！太好了，你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你干嘛？我抓住了，抓住了！你怎么没告诉我呢？来，给我的贵宾拿酒，拿酒啊！哎，那就看看你别走，马将军，人呢？马将军，你看看呢？你回来，马将军，回来！马将军，你又喝高了。马将军，你给我回来！将军，没事吧？跟了我这么久，算你小子有眼色。快，准备一匹快马。我要出城，抓宁珏，抓宁珏！将军，宁珏可是我兄弟啊！宁珏摊上大事了，知道吗？今天务必要抓住他，把我的鞭子带上，我要抽死他！啊！啊！我想走了。说好了啊，不许老，不许死，等我回来孝敬你。滚！重逢天人相隔，你在哪儿啊？羞涩天津的脸啊，蓦然透明的了此思绪啊。又咋了？我看你哭了没。走喽，滚吧，去霍霍别人去吧。将军，咱们去哪儿？跟我走！太好了，终于到渭城了，我们又可以见到老马了，我又可以喝到渭城的酒了。我们得绕过渭城。西西天地啊，我们是不应该连累渭城的百姓，只可惜这样就见不到老马。黑货，停！我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味道，熟比糊的味道。桑桑，这是谁的地盘？少爷的地盘。没错，老子的地盘。十三先生，然后又打败了镇北大将军夏侯，一战成名。哎哎哎啊，老马，怎么着？
你忘了吗？还手啊！你忘了，魏城是你的家了吗？你忘了魏城还有我老马吗？还有你，哎，你家少爷不懂事儿，你怎么也不懂事儿啊？你现在可是冥王之女，你怎么一点礼数也不懂啊？啊！我永远都是那个小黑丫头。你这个老马，你看着我干啥？爸怎么多了一道？啊，树鼻虎，没有人收柴火了。你们都不知道，这两年金帐王庭的人呢，势力越来越大了。他们常常在这一带啊，假扮成马贼，骚扰咱们边境的百姓啊。我老马不出马，谁又能出马呢？这不，你也走了，我等于少了一个左臂。哎呀，左臂没有了，自然这左边就多了一道。哎，一把年纪了，别打打杀杀的。对，不打打杀杀的，这不正好你回来了吗？你砍柴，我喝酒。哎，还能喝不？嗯，比以前还能喝。好，啊，走。跟我回去喝酒，跟老马回去喝酒。嗯。咋了？我和桑桑这次惹了一个很大的麻烦，大到没法子解决。所以在没解决之前，我绝对不能回唐国，更不能回魏城。这事儿要是一直不解决，你们俩就一直这样流浪下去，只能这样。说什么丧气话呢？啊，树鼻虎什么地界？老马的地界啊，魏城那是老马的地界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回魏城，让你们俩过得舒舒服服的。走。老马，我和桑桑也想回去，但我不能把麻烦带回魏城。废柴，你以为你绕过魏城一切就平安了？那以后该怎么办？不管你今天怎么说，我绝对不会回去。臭小子，敢跟老子这样说话！玉雀，咋就不能回去说句话呢？你这娃娃走了那么多年，见过那么多世面，老马呢一直窝在这魏城里，哪儿也没去过，啥也没见过。你都回来了，咋就不能进屋说句话？哪怕跟老马喝一杯酒呢？啊！哎呦！将军，嗯，发现三名西陵的人在跟踪我们。嗯，干掉了。哦，收土豆。哦，宁军，哎呀，好久没见你了，臭太臭样子。哎，慢点，干嘛？走。哎。
下，我都说了半天了。哎，这国师都说了半天了，怎么连杯茶都不沏啊？这国师要不要坐着说啊？啊，不不，我还是站着说。啊，谢陛下。陛下，现在不只是西陵桃山下令追杀宁缺和桑桑，就连天晴座、青眼大师和蒋经首座都在联合围剿明王之女啊。春去秋来，昙花谢花开，谁的心事被岁月掩埋？若这场梦像一只鸟飞不过沧海，害怕天亮之后记忆是空白。就算爱是最微弱的存在，把所有阴霾都驱散，谁在为谁等待？谁又任性责怪？时光匆匆，何去又何来？我不愿为你跌进尘埃，我不怕陪你跨越山海。风雨举杯消愁多开怀，难倾吐的苦衷谁又能明白？任时光飞快，用一生等待，不为过去和将来。去秋来，昙花谢花开，谁的心事被岁月掩埋？若这场梦像一只鸟飞不过沧海，害怕天亮之后记忆是空白。我不愿为你跌进尘埃，我不怕陪你跨越山海，听窗外风雨举杯消愁多开怀，能倾吐的苦衷谁又能明白？任时光飞快，用一生等待，不为过去和